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白亮，欢迎来到民族阵线啊。那么昨天呢，讲了这个俄军的啊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啊。那么我也说过，现在呢这个俄乌的战况呢啊，它有三个层级，一个是初级的啊，你能看得见的那个目标和中中级的目标，还有这个高级的更高层次的这个目标啊。所以说它的整体局面是很复杂的，明白吧？ 那么我就说过，那么现在呢，最激烈的这个斗场呢，实际上是终极这个层级。什么意思？就是我昨天讲的啊，就是消耗作为啊直接威胁的欧洲，这个是俄国人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有没有成效呢？啊，当然是有成效的，因为呢，作为欧洲防务的大哥，想要当。 北约领袖，或者说当北约的欧洲部分的领袖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啊，他不是刚刚连任好吗？那么他一直以来呢，法国都跟俄罗斯呢保持着啊这种战略沟通吧。那么大家要知道，法国很自信，因为零八年就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到莫斯科去见了普京，啊，然后呢，普京就从这个格鲁吉亚撤兵了，所以法国认为自己呢。 啊，是一个啊出色的斡旋的角色啊，呃，也很有面子啊。自自己呢，就是啊，可以让俄罗斯听话。那么一直以来，法国呢都积极参与到这个北约跟俄罗斯的啊这些矛盾当中去啊。它跟美国的调子呢是不同的啊。那么作为一个最大的风向标，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呢打电话给普京，这是应该算下来是第。 十七次还是第十八次打电话给普京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老兵提出的这个终极目标啊，终就上中下的终终极目标，现在处于白热化阶段。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啊，法国五月三日疫情数据啊，法国新增六万七千零一百一十七例，累计确诊。 啊，两呃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两百八十七万五千多啊，新增死亡一百二十例，累计死亡是啊十四万六千多。那么更多欧洲疫情数据呢？啊，我们就不说了啊。五月三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普京要求西方停止为乌提供武器，马克龙则呼吁俄方继续与人道主义组织合作。 保障亚述钢铁厂的平民疏散工作。另一方面，受俄乌冲突影响，啊和疫情等因素，今年四月，法国食品价格上涨高达三点零一个百分点，创下十四年来的最高纪录。不仅如此，全法各地超市的一些货架还出现了缺货、断货的情况，尤其是食用油、面粉和意大利面条等产品。啊，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这是老兵啊说的。 这个事情没有没有错误啊。五月三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二人上一次通话时间是三月二十九日咳咳。根据克林姆林宫发表的声明，普京在通话中表示，西方应该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西方啊！ 可通过向基辅当局施加恰当的影响来帮助结束冲突，比如停止向乌克兰停止武器。普京指责乌军犯下了战争罪，欧盟对此视而不见。普京说，尽管基辅态度前后不一致且缺乏严肃认真的准备，但我但俄方仍继续敞开对话的大门，以寻求走出冲突。啊。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重点，就是提到了啊，马克龙对普京讲说：“你要放开粮食。”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说叫普京去放开粮食？那普京说：“这个粮价的上涨是你们西方造成的，你们呵呵不停的在给啊乌克兰提供这个武器啊，致使这场仗停不下来。”那。 这样的话，粮食当然会涨价了。那么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也是印证了老兵的分析跟判断。俄罗斯为什么不仅要控制顿巴斯地区，最重要的，他控制的第一大粮仓赫尔松州，和啊，算是他的第二大粮仓这个扎波罗勒州吧，啊，就是这一片最肥沃的黑土地，啊。 第聂伯河的出海口冲冲击的这一段平原啊，营养很丰富，种任何东西长得很快啊。而且乌克兰指责俄罗斯盗窃粮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作为战利品啊，那可以证明俄国确实在搞他这个粮食仓库里的粮仓里的粮食全部被被搞掉，包括这个啊所谓的冬季的这个收割啊也是啊，这里有很多。 亲俄罗斯的这些民众在这里收割。我跟各位讲很清楚啊，整个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东部啊，包括像敖德萨这一片有大量的都是亲俄的人士。即使是乌克兰人，他乌克兰人当中也有亲俄的。如果没有亲俄的，乌克兰不会啊，像招岳飞一样的十二道啊金牌，他妈赶紧给他招回来啊，以莫须有的罪去。 干死这些乌克兰人，啊，他现在立法了，在乌克兰境内不允许有亲俄政党存在，有就干死。那么他的一些这个尼古拉耶夫州的市长也讲了，如果说发现乌克兰人有亲俄的，那就把他给干死，直接就要处死掉他。那你说这叫什么人嘛，对不对？啊，你你们不是要允许有不同意见吗？所以说这个地区可以证明。 就是大量存在乌克兰人也是亲俄的现象，啊，不仅是讲俄俄语的俄罗斯族，连乌克兰人本身也很多是亲俄的。所以你能看到，啊，作为俄罗斯族不占主体的赫尔松州跟扎波罗勒州，但这两个州啊，对这个独立以及加后最后加入俄罗斯是开放态度。那么也就是说，普京在这里控制住了这个粮仓。 确实啊，捏住了这个。如果说大家都知道，男人有两粒港湾啊，如果一粒是是能源，还有一粒就是粮食，这就是欧洲的死穴啊。普京随时随地、随地都可以把他们给捏爆，让他们爆掉。所以说，你觉得他们跟俄国搞有好处吗？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坏处。 所以说，确实，现在欧洲的粮食问题真的很麻烦啊，粮价大涨。所以，老兵一直以来都跟各位讲，我的分析没有错。我说，人家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高，那个通货膨胀高。你比如说，电冰箱、电视机啊，或者说啊，汽车，你买汽车了啊，哎呦，你看，原来呢，这个奔驰车可能卖三十万啊，现在呢，奔驰不再这销售了，一台奔驰卖六十万、九十万。 它的通货膨胀率是这些西方撤走以后的西方这些滞留产品，它的售价高了，而不是它的它的食品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它的油价我说过两块七七毛五啊，那它这么便宜？如果杀出中国那两两块七毛五啊，其实中石油还是不亏的。但是你看我我们能省下不少油费，但在俄罗斯就是这么便宜啊。 俄罗斯就是这么便宜，但是你欧洲呢？啊，我们现在呢？我找到了台湾的一篇良心文章，啊，这是在发表在《中时电子报》上面啊，说明这个中时啊，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像像像是那个精神分裂症啊，大篇幅的天天报道，今天俄国每天死四百人啊，总的十五万人，那么每天死四百人，加上你一开始打仗就说十五万人，那么打了两个多月。 六十天，四六二十四，对吧？那就等于说死了两万四千人。那就再加上你平时零零散散的一个炮打过来，一千多能挂了一个干嘛的？出事儿几百能挂了。那加在一起，俄军应该有死了有十万人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就是台湾的媒体水准。但是呢，啊，在这个百花丛中啊，还是有一点啊红的。呃，十平广场，西方舆论的自我欺骗。 啊，他是这样写的：尽管西方媒体号称言论自由、追求真相、持呃持平报道，如果是这样，世界许多问题的结果就会啊、呃、与他们所推断的相反。为何如此？因为他们只报道对手的不利面，对于本身的不利面咳咳，啊，不好意思，不是刻意不提，就是一语带过，不痛不痒。啊，以俄乌战争为例，西方传媒一直强调。 俄罗斯经济将付出惨重代价，民生的困难终将导致内乱以及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却很少提出西方将付出什么代价。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最重要是能源、金属和能源出口，这可不是什么第三世界廉价球鞋、成衣和百货商品，而是工业生产和基本民生所需。 如果俄罗斯突然终止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德国的工业将立刻瘫痪。即使是目前目前的紧张局势，天然气能源的价格已经高涨，生产的成本已显著增加，意味着物品，包括民生产品价格也会攀升。如此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事实上，目前西方已经出现通胀现象。如果情势不缓和，只会加剧，人民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痛苦。 德国和法国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杂音，问说他们还要为乌克兰的战争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忍受生活痛苦的代价是否有一个极限，或者将永远这样下去吗？如果继续下去，难道他们不会要求政府改变政策，以避免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民选政治的特点正在于选民只在乎眼前的。美国政府刻意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已经导致美国人民对拜登政府。 极度不满，俄乌战争还在天边啊，远在天边。可是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是跑不掉的现实。事实上，现在各界对于民主党在年底期中大选大败几乎没有悬念。俄罗斯掌握的能源出口是战略物资，是货是卖方市场。尽管西方说要减少依赖，但却归说绝非一两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 啊，我们继续看下去。然而，美国总统拜登却说，除非俄国撤出在乌克兰所有的军队，包括目前在乌东所占领的地区，否则美国将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情况。美国只接受俄国无条件投降和撤兵，其他免谈。问题是，俄国总统普京讲的刚好相反，要将特别军事行动贯彻到底。因此，美国所实行的政策就是不断推动彼此互害的经济制裁，不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或许他们抵抗俄军的英勇牺牲，但美国又拒绝出兵。由于俄乌双方国力的差距是客观的事实，结果就是乌克兰继续打下去，生灵涂炭，直到打到最后一个人为止。这是什么高明的政策啊？比较中立的半岛电视台评论指出，现在比较符合地缘政治现实的主张，在西方媒体中遭到全面压抑，发不出声音。 美国效俄国在全面进攻一个多月失败后调整战略，集中在乌东。然而，美国自己在阿富汗打了二十年才调整军队战略，全部撤回。其中，美国军官曾多次向上级反映：“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所以，俄国的军事战略调整比美国啊务实迅速的多。美国承认吗？啊，这个啊，由于西方媒体自我欺骗的性质，俄乌战争的结果跑。 绝不可能如他们所说的，就像他们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甚至中国大陆受新的影响等一开始所做的评估都是错误的。我的看法是，俄乌战争在西方国家内部所激发的政治变化，必然先早于俄罗斯。这场战争必然会造成全世界的大重整，但绝不会是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啊。所以说，这个文章他写的非常好，这个文章他才是。 目前可以说啊，如果说台台湾人总是认为自己是西方阵营的话，那这篇文章它是西方阵营里面啊比较啊真实的一一篇报道了。所以说他说的没错，现在在西方，在欧洲啊务那些务实派的那些战略家啊，或者说那些学者、那些政客的声音发不出来，他们就说我们管这个乌克兰干什么，对吧？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的。 啊！不要管这边，不要提供武器啊！我们应该跟普京缓和关系。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如何在后疫情时代赶紧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这个是很多西方比较务实派的这种想法。那没错，本身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说过了，白左，白左，它终将毁灭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会被会,会被白左给消灭掉的？啊！ 白人是会被白族给消灭掉的。你现在看看欧洲、美国有多少混血啊？最终他的文明会被崩掉。所以我说的很清楚，这篇文章我必须得跟各位来分享啊，因为很多英文的文章它发表不出来，我们只能看台湾一些对这一种事情比较啊客观的看法。没错啊，人家说的没没错。你现在五一劳动节，你这几天你西方。 他妈的，天天到处大规模游行示威骚乱，啊，说明俄罗斯没有人在地球上面去干这样的事情去反对普京，啊，对不对？啊，即使有，普京也把他枪都给给他给给他关起来了。你这属于是啊，国家的关键时刻不允许有任何杂音。那你这个西方呢？你他妈的天天在这里啊说俄罗斯要完蛋了，但是你自己内部先爆发了这这种啊激烈的。 啊，劳资纠纷，民众跟他妈政府的这种敌对情绪，对不对？没错啊，我美国人，我是对，我是关心俄罗斯，哦、呃，我是关心乌克兰，我是谴责俄罗斯。但是我一出门，他妈的去加油站去去加油，那么贵的油价，啊，食品我买不到，我我在法国，我在超市上我买不到油，我操，我今天想吃，因为大家知道，西方人没有油是活不下去的。我说过，油已经嵌入了他们的体内。 他们身上只要一出汗就有一股那个油蒿气，他们吃那个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对吧？啊，什么薯条、炸薯条，这都喜欢吃油炸的。你现在土豆那都是乌克兰过来的，你土豆你可能都很紧张，面粉买不到，意大利面条，它说他们最基本的，买不到。美国那个屌鸡巴实验室里搞出来那种什么病毒，马流感出来了，他妈猪流感、非洲猪瘟出来了，他妈禽流感现在全球肆虐。 啊，你只关注新冠，但是你没关注禽流感，那那他们那个鸡都没得吃，那个那个蛋啊都没有，他们可他妈爱吃蛋了啊，对吧？面粉、鸡蛋、牛奶，这是这是他还有那种火腿，这是这是他们餐桌上面必备的。那现在这东西都没有了，你油都没有。马克龙打这个电话，重点为什么跟普京谈这一段话，让普京放开？ 所以说，就证明了普京控制他们的命脉，啊，但俄罗斯又无所谓的了。说句大家也知道，你看一个国家，不能看光看 GDP 的。你觉得俄国它 GDP 高少，对它有关系吗？哎，你 GDP 高少，它那玩意儿都都是他妈战略矿啊，战略级的这种矿，能源，这玩意儿有这玩意儿就是可以什么矿，我可以生产他妈大规模生生产啊。 这些武器装备，我能源我源源不断的可以供给我的部队使用，我粮食我部队我不会挨饿，他只要保证这个仗能打得下去就行了，对对对吧？所以说今天西方的白左他把西方给毁了，也毁了他妈世界，他们天天就是民主不可以输给威权的，就是这种概念狗屁概念，因为他们我说句实在话，他们的心理是什么心理？我还能经常是出身，就像王思聪那样的。 我从小到大都是会享受最好的，啊！你一个他妈臭要饭的，你居然跟我牛逼，我比死你！老子不差钱，老子就要争这口气，啊！我开宝马的，啊，碰了一个他妈开电瓶车的，我下来就他妈干你，啊！我开宝马给我让道，对吧？很多人不有这种想法，开个保时捷啊，喇叭庆庆，前面都给我车子给我让开，这个道是我的。 高价是我的，啊，是这种心态。你他妈这种心态，啊，我们中国以前不是发生过吗？这个在在这个江苏昆山啊，一个什么龙哥开个宝马撞了一个电开电瓶车的，那电瓶车拿刀劈了他，最后正当防卫，你他妈死也白死，对吧？啊，这就是他们的那种心态，西方的现在就是这种心态，在中国还发生过，开宝马的碰了人人家了。 使劲在那羞辱人家，人家拿个刀唰往你肚子上面就来一下子，那你那不你你,你不就死了现在西方正面临的这一切啊，那他们自己先完蛋。所以我说过，为什么俄罗斯在这边他打的那么慢，不是初级阶段那个目标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终极的这一层，要要要把要把你整个北约的这个威胁。 欧洲部分给他彻底打掉、打残掉、耗掉他、耗死他，这个是毛子的啊，普京的这个目的啊。至于最高层次，那个是中俄跟伊斯兰世界共同的啊，比如说区域货币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都是属于最高级的啊。但是那个是长期的，就像你炒股票，那那那是长线啊。现在就是短期来讲，就是初级目标，我消灭这些乌克兰军队跟。 所有的这些武器，重极目标，我把你欧洲耗死。既然你跟我这么敌对，我就让你国力迅速下降，让你债台高筑，让你他妈的啊没有办法搞工业，让你社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变革，让你内部矛盾非常大。所以你说这场仗打到现在，谁是他妈的赢家？啊，绝对是普京。控盘在这里控盘。感谢各位收收看，我是老笨狼，喜欢点赞、点关注，谢谢。